一定要交代。代表我们有参与很多，因为我们有参与企划会。没错，因为以前都没参与。啊，这次特别的参与了一下哈。但是真的大家很兴奋的，对。对啊，回味了多久的时间？2年8个月呢。两年八个月没有录音的。对，将近快3年的时间。你怎么那么认真算？数学好强，不知道，在那秒钟很想表现自己数学强的能力。小倩，你北一女子就还算错就糟了。然后呢，就公司同事很开心，所以呢，让我们准备了这些东西，开工大吉，开工，因为呢是公界，所以要开。然后大吉，就是公。开工大件大吉的工哦，对，工因为工绩嘛，所以要开工。然后呢，就大吉，然后因为他还很大吉，然后大吉大利，因为好几粒，好几粒，所以就大吉大利。13颗，哦，13颗专辑，哇，好用心哦，我有点承受不住这种用心。我也是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开工，然后要切蛋糕，然后顺便可以许愿。啊，希望就是。对，那你要许什么愿？我希望我们这次的录音非常的顺利，然后再创 S 新高峰，就是又有更好的歌曲出现。那我希望我这次录音的就是嗓音不要一直倒嗓。不会啊，你从来没有倒嗓过啊。还是偶尔还是会啊，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本身比较爱吼爱叫，所以呢，公司很贴心的准备了罐口。我希望我这一次的专辑的录音跟这个工作，就是尽量可以起床的时候顺利一点，太阳重。好，你们许的愿望，真是好愿望，又有幫你们大许的。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们就祝福 S H 喽，掌声鼓励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可以再录，开录了，不可以再。